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索尔，又到每周更新的时候了。这个礼拜是每月的大更新，所以我们来聊聊这个礼拜的更新吧。首先，一开始出现的是这个优化跟修复。对，这个版本最重要就是开放了六十五级。开放了六十五级之后，底麦、广元、创命、三路川、进入九州跟海捕令。六十五级跟得出来。在这个公告里面也没有写的。 新的极身淬火跟五内七十级的冰人的五内也会跟着出现，还有商房里面也会出现新的炫露饰品可以兑换。再来就是因为出现新的六十五创命，所以六十五创命还会有给所谓的魂机，还会出现这个魂机商房，每六十个魂机就可以换一个自选夹。 之后就不用被每天的创命绑定，说礼拜一只能打哪些魂石，礼拜二只能打哪些魂石。对，他就以后就可以用魂机去换你自己想要的资源价可是要 B 掉的话，要到六十七创命才有，所以这个大家还是得努力一下。说第三个视频推荐功能，这个我看不到在哪里，所以我不确定这个功这个功能会出现在哪里。说再来是。 三倍速的战斗，就是让战斗速可以更快，就是角色就可以动得更快时间可以缩短。接再来是这个文字异常，之后，这是跟我预料一样，这一次果然开的《神魔自尊传》首章。因为若要出三关远的卡池，它要《神魔自尊传》首章达到某一个关卡才会出现，所以《神魔之尊只要不开的话，那三关远的词也不会出来。 所以说《神魔之乱》首章果然就是开启了，可是归真还是要没有。所以我们的主角三人众还是继续卡住，就看他卡到什么时候啦。说再一次这次的活动三途风水，这次的活动比较像之前的月令里哥，对你每天只能开一条路线，说一条一条路线慢慢开，做后面还有首领这类可以打，最后你去打这些材料去。 据他的商贩换道具，对他的类型就跟约尼迪哥蛮像。接下来是这次卡池，就是防云跟魔化消仪。台服还把名字给改了，陆府叫铁手消仪，可能台服觉得太难听，就把它改成魔化消仪了。说这个卡池，因为这两只我觉得重要性都没有很高，所以要不要抽，大家自己斟酌一下啦。不然也是可以看看我的影片，看完我介绍影片之后，再来决定要不要抽。 说这期的光风就是魔小乙跟方云的皮肤，跟自己都一样，没什么特别的。说问蝶，这是问蝶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有一个饰品可以换，就是这个凤翼神坠。这个饰品我看路虎说比较适合方云，可是只有在 PVP 上比较用得到，因为它要气血不满。基本上 PVE 你方云直接上去打，通常是打满血的吧。 比较少会有气血不满的角色让你打，所以说这个视频还是 P P 向的视频。都最后是礼包，神雀送爱里，多红光盒，都还有这两个直升魔小一跟方圆直升就没了。虽然这个礼拜没有出主线这一类的，可是因为出了六十五级关卡，还有活动，还有十字系的关系，所以这个礼拜关卡还算蛮多的。终于是摆脱长草期了，可是但我还是希望在这个月。 卡住的十字系归真第七章还是赶快出，不管我们主角三人众还是不能六星，真的是很烦呐、啊。那我们下次更新见啦，拜拜。